环节，是我还有点糊涂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，甜甜空气让我很舒服。天上太阳已红扑扑，看起来很模糊。远处山坡有几棵小树，去年冬眠前我没记住。青草香，香果甜，喝着露水，靠着树，抬起头，踮脚尖，加快我长大的脚步。吹口哨，哼着歌，摇摇晃晃找道路。放脑袋，揉眼睛，长大的我还有点。百万风波，十五，十五，十五！第一个中奖的号码是十五，十五，哇，是十五！耶，一个中了，下一个。好的，下一个中奖的号码是二十四，二十四，二十四，二十四！大家很期待吧？来了，是二十四，是二十四！哦耶，第二个号码也中了。还有最后一个号码了，如果也中了的话，我就得到特等奖了。一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最后的一个号码是什么呢？啊，真是太紧张了，会是什么号码呢？最后一个号码是十八，十八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的真的是十八出来了，是数字十八，好痛啊！本期的中奖，我真的中奖了！十八，不行，相信留到明天有点不安全，还是现在就去兑奖吧。中奖的钱怎么用好呢？最先要想到爸妈，爸妈一半，我一半。然后把我的小木屋好好装修一下，再买辆豪华轿车。哦，对了，还要把砍树的这份工作辞掉，然后把李老板的公司给收购了。嘿嘿嘿，谁这时候打电话呀？喂，谁呀？天都快黑了。光头强，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？李老板，是不是不想干了？李老板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呀？喂，光头强。光头强啊，喂，在呢。光头强，眼看就年终了，我要去你那儿检查一下工作。你好好准备一下，我明天就到啊。喂，听到了没有啊？啊？光头强，哎，喂，李老板，李老板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哎，喂喂，李老板要检查工作，难道他知道我中奖了，想来分一份钱？不行。还是先回家把彩票藏起来吧。哎呀，藏哪里好呢？壁橱？不行，壁橱就在客厅，一进门就能看见，太容易被发现了。哎呀，放床底。哎，我忘了我睡的是炕。哪有什么床底啊？对了，柜子。不行，也不安全。哎呀，床上也藏不了。洗手间？不行，太脏了。哎呀，到底该藏哪呢？怎么都不行啊？怎么办呢？哎，要不把彩票藏到森林里吧。好恐怖啊，这大半夜的进森林还真吓人呢。藏完彩票赶紧回去。哎，这个树洞不错，就这儿了。哎呦，谁？
谁啊？我不会是被人跟踪了吧？到底是谁？出来！好可怕呀，还是换个地方吧。哼，这个光头强竟然敢在我上厕所的时候来我家偷松果。吓吓你，看你还敢不敢来。藏哪儿好？藏哪儿好呢？藏，哎，有个地洞。藏这里应该不错，等李老板走了我就来取。这有东西。谁呀？这是谁在这乱扔垃圾打扰我睡觉啊？真讨厌。熊大，熊大，你快醒醒！熊大，俺饿了。熊二，你晚上都吃了这么多了，你咋还饿呀？俺就是饿了嘛。哎呀，熊大，你快起来陪俺去找吃的吧。咋样呀？这都啥时候了，俺不去。可是俺怕黑呀，你就去帮俺找找吧。好好，俺去找，俺去找啊。熊大最好了，嘿嘿嘿。熊大，早去早回哟。到底把彩票藏哪好呢？这么晚光头强在干嘛呢？难道想趁俺们睡觉的时候去伐木？俺得跟上去看看。藏这里也不太安全，怎么办呢？要是今晚不藏好，万一明天被李老板发现了，我的钱肯定就要被他拿走了。我的彩票呀。王东强。熊大，你又想砍树了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我不是来砍树的。熊大，把你手上的纸条还给我好吗？王东强，那你干嘛这么紧张啊？没有的事，你看我哪有紧张了。滴滴滴滴滴滴，这个到底是啥？熊大，别撕那张纸啊，那是彩票，我中了大奖，怕李老板把我的钱拿走，所以我才深夜出来想把它藏起来。大奖？有了这个，我就不用砍树了。可是，如果彩票被李老板拿走了，我还得给他打工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不让李老板拿到这张纸，以后你就再也不砍树了？是的，我要是有钱，干嘛还要砍树呀？好吧，那你把彩票藏到俺们家吧，等你老板走了再来找俺们拿。既然你能不砍树，俺们也很乐意帮你啊。熊大，你真的肯帮我？是的。太好了。睡成这熊样了。不管他了，藏彩票要紧。藏哪儿好呢？就这儿了。俺把彩票放这儿，等李老板从你家走了以后，你就过来拿吧。熊大，这一次真是多亏你了。没事，放心吧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也得赶紧回去了。再见。俺得去补个觉了。好饿呀。对了，熊大应该带吃的回来了。咋啥也没有呀？这是个啥？还是俺自己去找吃的吧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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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李老板总算走了，等他回彩票，强哥我就发财了。熊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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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已经把李老板打发走了，现在可以把彩票还给我了。是光头强啊，
彩票还在篮子里，你自己去拿吧啊。太好了。熊大，熊大，熊大，篮子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熊大，别睡了，我的彩票呢？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。彩票找不到了，我们来看一条大奖也没了。消息，在狗熊岭山区小学执教的张校长今早高兴地对记者说，有人匿名捐助了一张中奖彩票作为教育基金。村子里的条件非常差，这不是我的彩票吗？学校和设备也非常的落后。张校长在感谢好心人捐助的同时，也决定将这笔爱心资金全部投入到学校的教育事业上，让学生们拥有更好的学习环境。本期新闻播放完了，接下来请收看天气预报。强哥再怎么差也还是有房有车有工资的，苦了自己也不能苦了孩子呀。还是老老实实干活去吧。重返童真，感受欢乐，随心而动，我们一起出发，去接触才会真实。去感受才是无畏。新年轻，身无畏，方特欢乐世界，方特梦幻王国，方特成就欢乐梦想。在这森林里有一种我最爱的东西，香甜美味，特别让我难以抗拒。我香蕉里任何东西都不能和它一比，在我心里有了它就要幸福和甜蜜，就这样抱着蜂蜜一起向前行，再苦再累我也不在意，因为它我就会开心无敌。就这样丢开那种睡到自然醒，烦恼忧愁统统化作动力，舔一口呀，早安我的蜂蜜，永远爱你我的蜂蜜。